养鬼难捉。很久很久以前，玉皇大帝命捉鬼大神钟馗去人世间捉鬼，于是钟馗领旨，执着宝剑下凡，准备捉鬼。哇哈哈哈！终于轮到我下凡了，这次我得大展身手，捉个痛快。阳世的鬼比阴间的鬼多而且凶，众鬼听说钟馗要来捉他们，于是马上召开紧急会议。听说咱们的死对头要来了，大家有什么对策？不就是那个叫钟馗的吗？几百年前我们还怕他，现在时代变了，他那点本事早就降不住我们了。说的对，什么捉鬼大神，只要我使点美人计，哈哈哈。哦，一会儿钟馗来了，我们都不要怕他，每个人使出自己的独家秘籍，我就不信他能把我们都捉了去。捉鬼大神钟馗在此，尔等快快出来送死。我们等你好久了，只要你放过我，这钱就都是你的。我和玉皇大帝是远亲，要是你不杀我，我就去跟他求情，给你升官发财。亲爱的，你舍得杀掉人家吗？我给你当小妾好不好啊？还敢胡言乱语，我现在就灭了你们。靠我的。把我的剑还给我！死到临头还那么嚣张，亡命鬼上！哈哈，砍刀！哎呀，伏魔将军，为何这样狼狈？哎，想不到现在的阳世之鬼居然如此难捉！哈哈，让我替你捉来。怎么又来了个胖和尚？不怕他，弟兄们冲啊！冲啊！师父，你实在是神通广大，亏你还是伏魔将军。不知道现在阳世的恶鬼做鬼的花样和伎俩，比以前更多，也更难缠。与他们乱不得道理，讲不得人情，只管用大肚皮装了就是了。哈哈哈哈哈。这则故事告诫我们，社会丑陋现象复杂多变，在社会转鬼变形期，各种鬼更是各显鬼通，危害社会，气焰嚣张。为了社会的安宁和进步，对鬼绝不能容忍，必须做针锋相对的斗争，才能制服恶鬼，为人民造福。